今天我们将教您如何在 Garmin Connect IQ 商店中购买商品。Garmin Connect IQ 提供数千种下载项目，让您可以使用全新表面、应用程式、资料栏位和概览来自定手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确保您的手表已与 Garmin Connect 手机应用程式配对。有关手表与 Garmin Connect 的配对过程，请参阅您手表的开始使用影片。现在，请在您的相容智慧型手机上安装 Garmin Connect IQ 商店的 App。接下来，开启此 App。首次开 App 时，您需要选择装置。进入主画面后，您将看到热门下载项目，包括表面、App、资料栏位、音乐服务、表面和小工具。在本影片中，我们将教您购买一个表面，这个过程对其他 Connect IQ 下载项目也是一样的。若您需要更改设定的手表，请在右下角选择我的装置，然后选择右上角的三点，点选选择装置。现在选择您想要使用的手表，选择搜寻，然后在上方选择表面。列表按最受欢迎排序，但您也可以按上方的设计或标题搜寻。在本范例中，我们将从主列表中选择 All Day Astronaut。在资讯标签页中，您可以检阅有关下载项目的资讯及荧幕截图。若要购买该表面，请选择购买按钮，确认任何许可协议以继续。接着您将被要求使用您的 Garmin 装置付款，选择继续。在 Garmin Connect App 中，输入您的信用卡资讯，应用程式内支援大多数主要信用卡。选择下一步，然后新增账单地址。选择储存。最后，选择下一步。在手表上，选择您要付款的卡片。现在，选择勾选标记来确认购买。安装即将开始。完成后，您的表面将自动更换为刚刚安装的表面。若要检查状态，您可以回到 Connect IQ 主画面，并点选我的装置图示。此外，某些 Connect IQ 下载项目提供自定功能。若要进入可用的设定，请点选应用程式类型，然后选择已安装的项目标题。选择设定图示并调整可用选项，以符合您的偏好。完成更改后，选择储存。此变动将自动同步至您的手表。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。如更多关于您的 Garmin 智慧手表的资讯，请观看我们的其他影片，或前往 support.garmin.com。